好，第五个最后一个段落哈，评卷九折优惠有没有？文字加上浅黄色的网底，深红色，然后一又二分之一 PT 的这个线条啊、文字框有没有？哦，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你要怎么样？第一个框起来，哦，框起来以后嘞，选择格式、光线及网底啊、先网底，网底要什么颜色？黄，浅黄色。浅黄色啊，浅黄色的网底啊，针对文字，然后文字的框线哈、啊，文字框线它要求要什么？深红色，深红色啊、哦，然后嘞多大？一又二分之一啊、哦，什么图案呢？它下面有一个波浪的，你就去找哈、啊，就找这个波浪的啊、哦，波浪的啊、哦，波浪文字框，然后按确定就好了。好，这边就画好了，就画好了，就这样子。